你说看你的？对，我刚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没啥，反正要配。帮你看啊，帮你看。哦。那你看就好了。好啦，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捐300买一个姜饼了。吃屎啊！组队打33块钱。吃屎啊！丑死了！超猛！丑死了！啊！等一下，我要换技能。我要笑死了。换技能。OK 了。好丑，丑死了！等一下，要教你换技能，我要笑死了。技能，哇！有人有上经验经验哦，不要找枪响啊！好丑啊！怎么有人一直看着自己的服装，然后说好丑？这个是有病吗？他准备去打对战，然后我觉得开场会笑死一堆人。队友先崩溃。队友说：“你以后可以不要指我，你好丑。”我们公开评论说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好吵哦！我还没吃到。哎，他是有没有在冒泡？加五不是在帮你看吗？加五在打哎、欸。那我帮你看，我帮你看。我已经看完了 ，OK 了。没有。声音呢？声音 OK 啊。不会顿的，我平常看都会顿，现在不会。会听到我的键盘了。键盘啊。一点点。键盘没差了。一点点，不会很大声。不会跟猛兽人一样大声。猛兽人太沉了。太沉了。那猛兽人麦是在？对，直接在旁边。在旁边啊，去挖家。他家沙发超好睡。今天的工作天气又好。我没有钱，我没办法死。一个，丑死，就那个好了。姜饼的安安，你好丑哦，表。我现在真伤。增伤10691，越来越高了。可以洗到11000，厉害吧？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四格、三格、四格、200，可以耶，可以洗到11000。他被我的死神喷掉啊！
观众只有我一个，你分开啊！好潮啊，怎么办啊？我去抱玩乐。搞笑呗！哎，他背后有一个超大的拐杖糖。也不是超大的，有是什么东西啊？圣诞节的花圈吗？可是好像就圣诞节的糖果吗？好像救生圈。靠！刚才那面具好丑。我要送格莱夫去下边。万圣节已经过了。格莱夫好可爱，哇，好笑一点。哎，姜饼人配粉红色的翅膀。你看我粉粉的，然后拿炸裂武器，炸裂。哎，我好粉哦，好丑，这是好粉啊！在打村庄啊！我快打完了，等我。好，好粉哦，怎么办？好丑哦，怎么办？哎，那科技犬太可爱了，超可爱。全身粉粉的，还有什么是粉色的？好丑啊！还有什么是粉色的？我在想，次元管理。哦，还有樱花哦，这个好。为什么？好恶心哦！我看你好丑，干！你好恶心哦！干，你还有翅膀？还有翅膀。天哪！还有烟火，还有烟火，还有翅膀，跟你好丑、喔。还有脸红红，脸红红。哦，你这是丑他妈一个哦！快点去逛欢乐。后面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糖？我不知道哎、欸。然后救生圈。啊，你有棒棒糖好了啦。脸上会被盖，脸上会被盖。然后脸上会被盖，那你擦。然后我要穿冰钻。看不到，看不到，没差、啊。你有冰钻大剑吗？没有。不然你还有什么时装？好像没有什么，就三条剑啊。哦，你好丑哦！算了，不要这就好了。吧不要、啊，没，不要，刚刚没啦，就没啦。哦，这是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啊，雨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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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丑。我来砸！枕头，好，那枕头好，好丑、喔，看起来一脸很恼。你知道打什么？怎么可以这么丑？好不要丑啊！哎、欸，白雪发动机，可能会这会被挡掉啊。嗯，可惜。你拿那个有属性的武器啊？你拿三火还是三神？哎、欸，拿三火还是三暗？三火，三火，嗯。杀机，哇，好丑、哦！哇，杀机，超级三暗，哦，三光，都真的很奇葩哎、欸。三暗比较好。三暗，哇，对，哇、哦，好粉，哇，好粉，超粉。所以我炸裂，我那个炸裂剑要用那个什么？炸裂剑要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哎、欸，不对，不是炸裂，那个叫什么？天哪、啊，这把叫什么？你怎么可以这么丑、啊？嗯，68层的宝具叫什么？哇，四川炸酱面。哦，心愿。
有没有称号是粉红色的啊？冰钻，没有那个了。安安的礼物，安安的礼物。对啦，没有错。没有错。我看一下有什么。啊，极速的荣幸。多粉一点。好像没有什么粉红色的称号啊，有了这个，哇、哦，好粉哦！哦天啊！哎、我戴那个结婚100天，头上一个粉红色的爱心，好粉哦！我要去狂欢乐，我要去狂欢乐了，爱情！穿这去打自由，打爆别人。好惨！你去打自由，我要在你对面，我要打爆你。哈哈哈哈哈！我笑了，好惨啊！哎呀，披萨，你结束了。说活力状态姜饼很好笑，活力状态的姜饼就是按手开活力的时候，我马上收得看。可是我是破坏，杀小啦，腿好开啊！
但是好，木鱼超软。木鱼玩小鸡哦，小鸡哦。哦，干，好呗，太逼吧，零零三，零零三，啊，加五啊，你进火位状态脚好丑哦，超丑的，好像插在地板里面一样，有点奇葩哎、欸，这是他小，天啊！他笑，这被我笑死，丑哎、欸！你有看中间那一只艾吉的血？我就丢一个炸弹而已。哎，不信，觉得 LP 穿江平人用双脚。第三枪比人，我不知道有没有练级，超级超。可以不要在我们这里带动江米。每个人都来一趟。要想看哪个职业最长。觉得用脚踢也蛮好的，好像踹一踹脚就断掉一样。对啊，那 OK 也可以踹。IP 啊 ，IP 用吼的时候，感觉好像还不错。干好了。今天实况很顺的。啊？今天实况超级顺。真的吗？打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lag。连我这个烂网络都可以看。哎，干，我还没死啊！哎、欸，白头发真的很好看。哇，雷欧的黑鸭子那么混。啊，如果观众在问我问题的话，你帮我看一下吧。啊。好，今天观众也不错，对吧？要慢慢，要开久一点。他们现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他们现在是早上五点。看到国外观众，不一定都是外国人。我这。我六协助哎、欸，然后木鱼四杀零血，这样是对的吗？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一组。哎，不是，我遇到你朋友了。谁？那天跟我们打自由那两个，
你打那么高阶啊？我遇到那个啊，要我大概，汤姆进加三十二，那三十二超猛。我带着两个红给你，带着给弟弟不好打，两个无脑，两个无脑子，小心哦，加起来像0。那我连女朋友这一组都打不过，他们两个。白鹿是那个谁吗？你们社团的吗？表演者。看你们又是。加五还是加五？Zero Zero Three Zero Zero Three。敢换任没什么帮助。还太早了吧？要晚餐时间过。叫我看书了，没办法。应该晚餐时间过才会有人。但没事做。超新人魔法杀死人。四川打架将别人发呆。要看书啊，一件好事。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超新人，一个魔法杀死人，然后你可以取成超丑这样子。你可以跟他们取，你可以改名字，你就叫超丑姜饼。你可以说姜饼杀死人，姜饼笑死人好不好？姜饼杀死人。好痛啊！所以礼拜六你会去吗？会啊。按键盘带给我。没有吧？键盘我空不掉。Get。啊，你不是说你用不习惯？我想说你用不习惯，他要我不要？好吧，那给他吧，没差。
笑屁我靠哇死神喷光光哎、这一片好屌哎、你们两个真的都是六协助哎天啊都是零协助哎哇不要命了可是好屌爬高高的吗不是爬高高更屌哦干你就是假不知道这是假的你说合成的吗没有就是真的
于一二一。さっさと勝たすぞ。加五一零二进步了，干嘛？好惨！
爆杀。超废，超级走位，超小啊！002跟我扯走位，跑跑就好，跑就好。干你这很废哦，你是占大哥的家务好雷哦超雷天哪爆杀！
哦，就是打男打团。嗯，靠呗。你可以放着，可以放着。哎、欸，来看会多快，来看会多快。是谁？是谁？是谁？就是加三二大大。加三十二。就是武器加三十二，我感觉超快，你们两个人瞬间秒杀哎、欸。才三十二团。你们两个好软哦。你们两个好软哦，天哪！哎、欸，我在看实况。他们两个超软，哇！秒杀！加五真的超软，为什么？应该差不多啊。加五比我还软。UMA 是 M。对啊。打他们会跑。加五你好丑。杀哦！可是我觉得我不软、欸，我减伤三十五 ，HP 有二十万，你血蛮高的。啊？你血很高啊？我有开我的数值，你等一下看一下。对啊，你血很高啊。啊。对啊，对啊来说这样蛮高的。这个 HP 跟这个减伤，我觉得可以。而且你防御也比我多。因为我全部加九啊。啊。我减伤可以再高很多，你看我这边减伤是1326。雷包我，雷包我，看到雷文就是要考他。啊，等下这场打完去丢一下垃圾。你这个雷包我啊！闭嘴！你也是雷包。どうだい
我讲。油断したよ。假的，看他接球。好了，继续打蓝色。黄金，你要进来吗？我需要个东西。还是我们打个二？你先打吧。
私の偽物。加太多了吧？啊，随便打个几下就有，就有这么多 AP。我买一下那个 OC。
character.带移花，打这种组合，一直移花就都用移花了。我操！
艾登差三只，巴克十五只。后天就开路跟希尔了。靠，20、21号十一点到下午两点，经验值三倍疲劳无限。台版活动好，就知道不是台版，干！台版这么好，笑死了。说台湾不给我一个经验，我脸上。
等下，木鱼，你的那个是怎么回事？你战绩怎么回事？五杀零血，然后我一杀六血，是怎么回事？等下是怎么回事？看看你这个完全没输出的废物，只会结尾刀。这个只会剪尾刀的废物。放着，拜拜。遇到了。啊？遇到什么？加三二。哇，木鱼掰的好快、啊。等我一天变成加三三。好吧。有欸，我打他们很痛欸。木打不好呀。可以秒杀那个六万大大。哎，不对，我打的是那个悠悠。为什么他要改那个名字？我记得悠悠原本不是创造吗？还是那是他另外一只？同一只。他改名。嗯。干嘛改？ Please select your character. 我们是猜测他是想跟莹一样啊，因为 ID 很像那个、啊。阿银啊，有吗？就是他把阿银的左饰和武器都买来了，然后外装也跟他改的一样。好恶心！哇，我是说，就是技术改不了。
觉得我赌你的话打赢他们。是谁？对，下次 flash 的。那我昨天野团都打赢了。哦，白痴哦，真是玩啊！没有没事。哦，这个卡是在射杀什么？秒杀六万大大了，No Slacer， 你要玩吗？现在哦。你的 AN 啊？我要开 AN 打哦。对啊。来，我卖个东西。没事，喝。哎、yeah, ，我卖出去了翅膀。卖什么？翅膀啊。什么翅膀？火龙啊。放、哦、多少？550斤，550斤，魔龙550斤，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全新的？有人给我买啊，对啊，我就不告了，我就五百，我要交易，我要交易，等我一下，东西可以卖550斤，
假的，100多吧，200。我说欢乐开房都自出啊，然后有人说500，我就说500他不要，后来来一个说550，我就直接卖他了。但中邪，太扯了，这么好卖？耶、yeah, ，没有成本赚到550，屁呀、啊，爽爽赚。然后他还出风，哪出风？我没有啊，全新的、啊。哦、oh, oh, ，干，太扯了，我还是知道，对啊。这让我想起我800卖的。这是 SD 是木鱼哦。对啊，我看过他好多次。啊？我看过他好多次啊。他雷死了，操！可是我不知道雷不雷啊。他超雷，非常。厉害。可是我 AA 不强。没差，我 carry。我带着他跟一个野豚的都可以快打赢6万，他打他们。帮我看你住啊。不要太上面。为什么？因为现在他说他要刷 AP， 可是他都一直抢我一刀币。他 SS 哦。他 S。我的 S 哦，好了。哎、欸，还是我也去开 S。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这次 SS。耶，我550金，我要干嘛嘞？550金，五百五十金，帮别的角色，帮别的角色买，帮 AA 买那个奖品人，买奖品人，不用了，不要，30丢，买分页，哦对，买分页，我不知道买谁，买 AA 啊，当然。分页是技能可以一次洗掉吗？还是点一次就好？啊？分页是怎样？它只能点一次哦。就开一个新的页啊，让你重来啊。哦。他为什么刚好复活在这里啊？按线段的时候，F 四考考，哇！哎、欸，他要死神了、哦！谁？死神？我。他要死，那你得要死。看得出来，我在看他画面。跟上一次不一样吗？不一样。是可以打爆机器。哇！乌鱼杀人哥，帮我吹哨，没有吹哨。那、我靠，我吹哨还没起，我还想到了。手机啊。那直接买哦，不会被反哦，虽然不会痛。雷包，闭嘴你也是。哈哈哈！你是超雷，刚跟你们两个打到脑快脑溢血。哎，我是要勇猛哎，去喽！不要结束了，击杀。一人吹两人，今天我靠雷，那我等我一下，我去买分页。一人吹两人补，超级吹。分页多少？分页189，这么贵哦、喔？对啊，好吧，蛮便宜的啊。看好贵哦、喔，好买分页，好用哎、欸。然后要买，或者AN的技能书要用什么 ？AN 的技能书，对吧、啊？粒子加速器，不用粒子加速器了。还有临近，没
历史加速器哪一招？斗局大炮。哦。就云炮零转那个，零转二十等左边。哦。副本的那一副，那边是副本要用。那我觉得那是副本招。对啊，那是副本招。然后初级兽在哪里？初级兽在，初级兽高，初级兽中级吗？高级。干，一百块。99。啊，好贵哦！99加189。哦，好烦哦！我剩300块了。耶，连胜装。没有，我剩了296。可恶，差4块。这样我，分页怎么点？点二啊。我没看到我的分页。左上角二啊。我没有啊。干，你的武器没更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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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是用 Candy 版的啊，你又不是用我的。要用 Candy 版的啊。还是你要改用我的？可以啊。你用 SK 穿会穿很久。不然我也要接，我也要新的数字。丢那个好了，丢远端好了，不丢远端，丢那个。啊，看，啊，露西我也要。啊，要什么？那个、啊、新的那个分数表。分数表是武器。不是武器吧？对啊，也是都在武器、啊。对对对，在武器吗？是武器。新的分数表是武器。那我丢 Mega 啊。好，你丢 Mega。300块可以买什么？江美人。不是江，296买不起啊。我记得我有东西要买，我想不起来什么。是给谁的？好像是 LK 的。江美人。逃跑枪变人，戒指吗？啊，嘎 ，ADD 要买分组戒指，好像要。ADD 要，当然要。要，好 ，ADD 先买，有 ADD 没戒指。当然要分组戒啊。这样我剩97块了，我可以买什么？97块，97块没什么可以买的。那就先摆着吧。是啊，我也剩81块，我也不知道买。只有六叉，我有。有人可以帮我做一但不行。二哦。我有六叉武器哦，三光你要不要？六叉武器三光，没办法。我六叉缺裤子啊。我今天再打一场可以做，我就可以做裤子，可是要有人帮我做米色的。今天也要打地狱，地狱还没打。晚点我要打家里，我的 AA 要跟。我是一个超级输出。地狱啊干！可是你们要给我补品，慢拿去。我缺补品好吗，各位大大？我缺风球，还有有机苹果。有机苹果好像没有，风球好像有。有机苹果我 AP 换就好了，风球好像不行啊，我的 AP 要拿来洗那个，你忘了？你说我啦？哦，苹果一组，请给我。刚买不起，我要继续来买那个洗。你不要忘记是做一次买啊！有啊，我现在一次买，买到满了，然后就是开就跟开乐透一样，全部打开，然后再全部看过去，抽奖啦！没有，要全部点完，全部点开，全部点完后再看，会比较感觉，不要点开，才比较爽。对啊，要全部点完，然后再做一次看。哦，有一个是暴击跟 HP， 有暴的就可以先留着，就是暴完真的可以先留着。跑速跟减攻速跟减伤，这个没有。减伤命中。哎，你的 AN 武器有头像吗？有，所以我的头像变成 AN 头像。我的是一方，
哦，你说你 A 那个头，可以啊，可以啊。我的是减伤，我现在有三个，一个是增伤221跟 DP 消耗啊，另外一个是减伤221跟暴击150，还有一个是暴击221跟 HP 3688。我觉得 HP 那可以留着，先带这个。看你现在比较缺哪一个？武器下载完再。我是 NN， 可是我 HP 快靠近21万。那你丢哪里？丢 SK 啦，你自己看。哦，那个。棺材，我想下去买个东西吃。我要送皮。那我们先打地狱啊。对啊，地狱就不要开台。谁要打地狱？我要打。我也要。你要打？可是你不是要吃饭吗？我可以去买鸡排。今天的城霸是什么？看一下。城霸多，我主要城霸。城霸是什么？看一下。我不知道。没有，我在接任务。要改。干，今天小绿是鲁多。哦，不要打小绿。城霸来，等级 A。好，简单。除了今天除了小绿是鲁多之外，其他都是异常。哇，是超爽。小绿就不打。我小绿有昨天的一。F 十，你有炼金吗？哪一个？你是做炼金的吗？我是炼金啊。你要不要那个？我给你材料，然后你做灵药给我。好，非常需要。你在哪？我给你材料，你来做。我在用武器。我要巨人跟羽毛。等一下。然后，如果你们要做地狱装的话，我这里也有一堆材料。你要做地狱装？我要古代的。古代我有四组。我要碎片，快给我！我有四组。我要一组就好了。对啊，我要一组就好了。我有四组。你有没有阿金的？阿金我有三组，对，阿金我有很多，借我，阿金我也给你。然后那个二叉的我有七组，二叉的我也需要，哇，都交给你，我超多的。阿金我这里很多啊。啊，我知道你那个我知道你那个九十几块要买什么，扩充。啊，好吧，等我一下，我去装个饭。我想扩充那个，要扩充什么？好像是，我想扩充我的药剂。打洞，先留着买打洞啊。也是可以的，就先摆着。打洞？什么打洞？就我们装备啊。哦。你先把东西给我领主啊。嗯？这材料啊。不要碎片。等一下哦。我在村庄。对。你要自己记得给我多少东西。我要，你觉得我要扩充什么啊？扩充装备栏，我想再扩一栏。装备栏扩充。装备比较重要啊。装备我扩充到满。我知道你是收集狂。装备我全开。你是收集材料吧？材料，我觉得材料四个就够用，四个到五个就够用。市场在五。然后特殊就看个人吧。特殊我剩两排全满，材料我也剩两排。我都剩三排。我饰品开比较多。饰品我没开过。饰品是装不下。饰品我也想再开一栏。好，我开饰品好。我在。那一个多少？我在那个药剂那里。三十九。这边。开一栏39。我觉得这艾尔里面比较便宜，就是开格子。真的。因为现在游戏这样开五个可能就要这个价钱，艾尔斯开一排。我要风球。我不知道怎么。风球。我看一下。我有水球。水球我也很多好好。我在那个啦，右边。还有光球。炼金师这里。光球我也多。欢迎光临。等一下我在拿材料。你要高级的羽毛。我要，对啊，我要高级羽毛或是巨人。其实我可以做那个，我可以做那个追踪那个。
哎，你可以做追踪，我要。我看一下，追踪是追踪吗？追踪是。看一下。打一下，然后喷三个那种。哦，不会，还不会，还不会，哎，好像有。是吧？我记得。啊，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妖精宝宝也可以做。我不要妖精宝宝，没有用。没办法，没有训练。妖精宝宝。我有，对啊，追捕，我炼金七的。可是我基本上都是下级。那中追击者要上级的，然后巨手是上级要几个？五个可以做一个。五个，我有15个。然后你要巨人哦，巨人是中级的五个。中级我有104个。可以全部给我，我全部帮你做出来。超级好。然后下级可以做什么？你给我整数就好，加100就好了。好，羽毛是下级五个。羽毛是下级五个。对，我有400个。我有459个，我给你450个好吗？因为后面你自己记得给我什么，好像装不下来。然后应该可以，五个可以吗？可以。所以你说五个羽毛是那个吗？你说羽毛是五个？羽毛我自己用就好了。羽毛是五个可以做一个。对。450，所以是90个。我干，怎么那么多？所以是啊，上级是做什么？上级做那个啊，追踪啊。90羽毛，然后3追踪，然后中级是巨人。中级是巨人。20巨人。欸，我卡住了。为什么？我卡一个四重。登记物品那里。这是姜饼人的诅咒。太小。不能按，冲动了，卡住了。不能按。花束坏掉了。有点猛。就卡在一个小四窗，动不了。冲灯啊。对吧、啊。哎，对不起，你看我们一个黑一个白。嗨嗨。可是你好丑。哎呀。我也可以变黑。哎，不对，你看我应该还是白。没有卧装啊。哦对，我真的觉得改成白发之后好看多了。对啊，原本那个直发真的有够丑。直发，真的有够丑。看一下够不够，应该够。等一下，好了。250个加450，好，450。15100，这样。可以。有没有第一次感受到超级材料扩充哥哥？然后你要，你那边有什么就是材料就是好的？什么材料？就是羽毛啊，小兵羽毛之类的，羽毛自己买。小兵羽毛不是找他买就好？哎，很贵，要 AP 耶。要 AP 哦。你要几瓶羽毛？羽毛不是50，一瓶多少？对，我们羽毛90瓶。羽毛90瓶哦，你说哦，好，对啊，羽毛我帮你出30瓶好了，60瓶我去买60。哦，一瓶要多少 AP？ 一瓶要250哦。60瓶对吧？还15000。15000。我 AP 也不够那么多啊，都换掉了。很够。60瓶。追击者我帮你出就好，追击者我有。哦，你要巨手要几瓶？巨人，你要巨人哦？对，我是巨人，不是巨手。巨人往哪里？看一下。追击者5瓶，先拿好。追击者5瓶。靠，要那个60瓶的话要6万。我是帮你做追击者。S， 你有碎片吗？充值了吗？哪个碎片？你说你有哪一个？二叉？
我是炼金啊。金，跟你换。我不用，你要给我什么？守护啊。这么好哦。好的 ，F 四你在哪？等一下，我现在缺钱，我要卖东西。我这里有三千万。而且我有四千万。可恶，你比我有钱。我卖太远。我警告你，我另外一我另外一只我还有八千万。我分身。我现在有两亿啊。干。你要炼金的、哦，我找一下。等一下我还要给你羽毛，我这里还有60。哎，好乱。还是你要先做好。先跟你换，我的比较简单。我先找一下，你要多少个？炼金吗？看你有几个，你有几个。我要找一下，有多少方位？我们这里有人炼铁匠。我给你我全部的手。我们这里有人炼铁匠吗？铁匠。我这里目前身上有134个，134个什么？炼金的，黄金药的。你哪一个比较多？你是二杀比较多还是？炼金没有，西亚最多。西亚，西亚没有屁用啊。对啊。现在有分身应该还有，到时候挖挖看好了。OK， 帮我等一下帮我找一下。对啊。那现在有这些。满意，谢谢。你要什么？你要用六杀换五杀。啊、我五叉，我五叉好少，我五叉少。黄金你要做六叉、哦。你要给我二，你可以给我二叉吗？你有二叉。二叉我有四组。来，多给我一些。黄金你要做六叉、哦。没有，六叉我不用了。啊，给我给你。耶、yeah。追击者灵药。你要什么吗？啊，我要那个太阳的。靠啊啊！不是说二叉。啊，说错了。泰隆是三叉，泰隆是三叉，泰隆不是很多的。泰隆是三叉，泰隆是我也要用。泰隆不行，我泰隆我自己也要用。泰隆我自己要用。每个人都要。要做龙牙。看一下现在卖多少。羽毛还缺60匹。60匹，我不行，你有那个吗？五张。我差我只有150。而且我也要做。我能给的只有二叉。看一下世界要多少？哎、欸，露西，你 CA 要穿五叉哦，六叉，六叉 ，CA 六叉，嗯，五叉，五毛60瓶，你有巨人吗？没，我可以买。巨人要几瓶？巨人你出一半就好，我自己用一半。巨人要几瓶？我忘记了。老板，看一下 ，CA 六叉，我想有叉。巨人好像二十瓶，你给我几个材料？100个。二十瓶，所以我要出10瓶。出视频了，我帮你出。不行，你 CA 六叉。行。看来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感觉。哇，终于，我们第一次觉得我们有团队合作。我们居然在专职系统找到彼此。对啊，就各自的领域。刷死神真的有办法把一堆材料刷起来。而且我现在打那个材料其实打很快，因为我等级上来了，我打很快。你说猎人7哦？猎人快8了。看这么快？因为我都应该不会上，应该不会上去了。我每天都有在打死神跟那个啊。你现在没在打死神？啊，我有在打地狱啊。地狱其实不多，我这局76像是很多。地狱不多是真的啊，其实有很多，其实是很多。啊，我会陪朋友打。然后你羽毛有90瓶，对，啊、你好吗？我换回去，还在做，那我换回去。我靠，包包全是羽毛那些东西，满满的。哎、欸，你们有没有人要那个、啊、克洛努斯的祝福加 HP 的？那是什么？就是很旧版的那种魔龙的灵药。塞拉皮不是加 MP， 阿克洛努斯是加 HP。我没喝过那个。那好像是很久以前打时空的，打时空用的。羽毛这里有几瓶？我们都没有人练这样子。应该缺29瓶，缺29瓶，缺293。这样好像比较少人练。啊，都是宝藏猎人比较多，命还是可以卖钱啊。
兵拿去买。95万。我都白80万，一下被拉走了。真的吗？嗯。好，那我白白看。我上摆上去不到5秒就全部不见，跟三猫一样守在前面。追击车你要3瓶，巨人要20瓶，对，有巨手26瓶，有人要吗？巨手，巨大的，巨手就手变很大，祝福版，就是额外伤害加15%。可是 ，add 没有用啊 ，add 加巨手没有用。你上次我上次喝巨手加那个、啊、巨人苹果、啊，就一把末日就一个萤幕、啊。对啊，可是那是你的啊，我的 add 没有用啊 ，add 加巨手没有用。巨人要20瓶，20瓶要800个炼金，好多。不是豆饼，不是啊，要那个炼金密钥啊。炼金密钥，就是那个打副本不是掉那个材料。那材那个那么便宜，800个。哎、欸，那个数量多买下来其实也蛮贵的。800个也才80万，你开2个黄金箱就没了。很贵啊！开2个黄金箱就没了。巨人。暗黑之影，哎、欸，你刚刚是开，你刚刚是卖那个吗？古代魔龙翅吗？对啊。哎、欸，那我也来开开看。我还有3箱。我有50箱。嗯。可开那个开下来200，你就2000万不见了。哎、欸。哎、欸、哎、欸。没有啊、黑暗之盒不用扣钱、啊。哦，黑暗之盒。好、啊。哎、欸，我做完了。耶、yeah, ，有点多。好。哎、欸、哎、欸，打全摆一起超华丽的。有啊，对啊，因为它都很红，那个超漂亮，它很亮。有、啊，尤其十等那个东西超漂亮啊。拜拜。哦，看他降饼人的。请多多见谅，他虽然有点丑，可但可爱。终于，我要苹果，我要有机苹果。终于，我要苹果。我找不到我的材料了。嗯、那个藤堂尤利加花了2000多块在炼炼金，他好像9等还是10等？台币吗？对。我们工会有人快10等了。超夸张。他是一滴，他本身每次一滴都满，但是全部拿来用，好像180几亿一滴吧。180几亿。对吧？太有钱了吧！他就存一滴啊，他就平常每次都存着啊，这时候全部拿出来。到底要怎么存才可以存？然后他怎么样存到180亿？我魔法石现在7等是578次成功，然后他3天前就跟我说他2600多次。天哪！怎么只有40个？说好的一组。一魔法石会移到手酸，你知道吗？你们有人有风球、啊？我先给你。哎、欸、靠！怎样？哦哦，没事。靠，他怎么只买一个？然后秘境原始啊，他怎么只买一个？好可恶！哇，好华丽哦！祝福追击者之魂啊，这是祝福的、哦。对啊，都祝福的、啊。哦，我以为你是那个最强的那个狂气祝福。那个要9等啊！狂气追击者那个很帅、欸，可是那个超贵耶、欸。哎、欸，祝福追击者不是？哎、欸，普通追击者是什么颜色？绿色。不知道啊，祝福追击什么颜色？祝福追击是不知道，上面没写。因为狂气是金色的，超好看。S， 我可以跟你换回来吗？嗯，可以跟你换回来吗？我也想做手工。你要几个？啊？你刚给我几个？就还给你给我了。我不知道你给我几个、啊。你给我150吧，然后我给你70。耶、yeah, ，飞高高。70吗？对啊，我真的觉得祝福羽毛超好用。对，这祝福羽毛很屌，很好用，真的很好用。这个跑跳我很喜欢，很顺手哦。谢谢。露西，我要祝福，我要碎片。什么碎片？守护啊。可是我也要做6叉。好吧。干6叉碎片超级贵。对，超贵。因为很少，因为比较少打6叉。我有想，我有想打6叉。6叉是比较晚出的、啊，我懂。那要不要去打地狱？走、欸、走啊！
哎、欸，我的小绿是没有鲁多能耶。为什么？因为我是昨天的。对。昨天直接睡着了。接个灯。哦，我看到一和二了，终于。什么一和二？技能分页啊。但我没看过技能分页。先分页超好用的。然后点。这个点，然后每次他们给你洗的时候，都有两个被洗掉，双倍爽。这个点 PVP 技能好了。可以两个分页一起用吗？就是一次一个吧，一次只能选一个，一次只能一种，不然怎么样？因为我想把星落改掉，星落改掉，会啊。雷娜的锁技怎么放？什么哪一招锁技？锁技。雷娜的锁技，哪一个锁？哪一招锁技？可是我没有玩。就让他自己看了、啊。可是我没有玩的。你要看到哪个职业、啊？可是我没有玩的。我有你看到就 M M I T Y D C， 这没有玩，你没有玩绿毛吧 ？S D， 然后第二只 M， 这表的职业都没有。A G S B S。B C D T I D H I 第二次职业，我只有玩家。然后第三页就是一直在乱。圣光救赎，圣光救赎是哪一个？精神崩坏要点吗？精神崩坏，我点一拿来抓来。圣光救赎猎杀，我看一下。圣光救赎是哪一个？我要看完了。他说是猎杀的。说几？圣光救赎。我来找，我来找。是不是？是锁？是 MP3 的吗？一转。一转 MP3。对 ，Karma。是吗 ？Karma， 哦，是啊、哦。那个废招。哎、欸，我点完技能点是38点。你就乖乖玩陷阱好吗？就是前面有六道那个飞出去的吗？卡玛就通常都不是点卡玛吧，都是点左边的灵魂夜风。卡玛就很多东西飞出去。对啊，我记得都是点左边那个、啊。左边那个什么？一闪啊！一闪，就是往前丢、oh, 往前丢一堆球球，然后一闪。通常是点左边那个吧？对啊，对啊，那一闪那个。对啊，通常是点左边。两个都蛮废的。左边那个不错啊，那个伤害上去之后还不错。如果你是副本流的话，就选一个、啊。副本流的话，如果是 PVP 的话，你还是乖乖玩陷阱。我是建议你点灵魂夜风啊，不要点那个猎杀之魂，那个没有用，那个太难全吃，那个都会打飞。对伤害来说也没有。伤害也很低啊。那个 NW 你就乖乖玩狙击吧。然后如果你要打副本就对啊，狙击叠起来就有伤害了。然后打副本，然后开坐骑。对，开坐骑去买一个，很贵的。不用啊，不用很贵啊，就一只欧贝伦跟一只欧贝伦跟一只随便就可以打天下。你最简单，你就是一只梦魇加一只欧贝伦，一只打王，然后另外梦魇就够了，梦魇就很好用。梦魇很，可是你不能只骑一只啊。三只基本上三只坐骑就可以无限骑。对啊，要三只。可以骑这只可爱的。为什么你有这一只？活动，时间制哦。对，也太久了吧。你说那个魔币哦？他的是那个鸟。我的是魔币耶，送的。我的就他说15天，他没有回收。他没有回收？我的魔币啊我！我不知道什么十五天的很久，然后还没走。我的 AM 魔币加币，我的只剩2天而已。我的已经没了。我上面写零天，然后现在没有，他之前写零天，现在完全没有写时间，就是变永久。他好送你哦，就当创业不是送魔笔吗？一开始的时候创业，哎呦，送魔笔哦，创业送魔笔那个本来就是永久啊，没有吧？
那个是永久，那个是永久。那只那只是迷你的。假的。对，那只是鲜血迷你。啊，反正它就是迷你的，我操。然后谁要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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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家伙。Green Princess, Nose Laser。然后就是什么 Golden Tea Party。那我去下厕所。这次好吵。WC 一下。耶、yeah, ！我有吃不完的羽毛了，开心。我90罐羽毛，这么给力干嘛？超会羽毛！我怕祝福的追击者之魂我想玩。哎，那 North Laser 怎么起死的？本来就起死了。那不是还蛮厉害？400万，299万，这居然没有了。你冲水，大家都听到了。靠呀！一定在考考。对啊。啊干！等我一下。干嘛？我要买水啊！哎，我有金锁的。哎，球风球啊。没有啊。哎，买水对吧？哎，我们有结婚技能耶！干。就技能180秒就一次，对，300秒，300秒，300秒。可是他不是丢完之后他会每秒回30啊？所以这样只有几秒钟而已啊。我觉得够了。那个打五叉的时候，大招就好了。打五叉的时候可以用了。好了吗？哦，可以啦。那都没有人有风球、哦。我有水。我有那个啦。给我一下20000多趴那个球，哇 ，A 的球，对吧 ？A 的球 ，A 球很猛，就像24000趴，太小了，走。我是阿比。W 就算起过起分都没有 AA 快。啊，还在慢慢在那边脉冲，丢个炸弹就死光了。好会飞！哎，华丽宝箱，华丽的华丽的。